今天是台湾五月花卉61周年的年展的开幕典礼，承蒙各位长官、各位亲朋好友、先生女士们的热烈参与，使得今天的开幕典礼热闹非凡，满是生辉。吴刘在这里仅代表台湾五月花卉在这里深深的一鞠躬，表示我们忠诚的感谢之意。台湾五月花卉已经成立了61周年了。五月花卉是一直不单单在延续，还不断的成长。花卉差不多是是我自己成长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蒙。恐怕在第一届展出的时候，那么当时我当然还相当的小，但是呢也是开始接触许多的这种好的美术品、好的音乐的时候，我觉得五月还有当时当代的东方，可以说是开创了台湾美术发展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期。我希望今后大家能够努力下去我们有这么好的会场，还有这么多的来宾我想在这个地方很难找到这么好的看起来非常的光线颜色什么都很温馨那我希望今后我们每年都继续努力感谢所有的五月花卉的会员，这十几年来每年在长流的展出。那今天非常高兴看到五月花卉的会员们的作品一直渐进，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依然在为台湾的美术发展然后尽心尽力，所以我在这边代表国立台湾美术馆跟几位前辈致敬，那也再次感谢创会的理事长，然后担任的理事长，还有诸位的老前辈。
大家好，我叫郭冬荣，今年91岁。今天我非常的高兴，谢谢大家来，能够我们五月花卉从那个台湾以外，能发展到我们新的，新的我们的理事长带领之下，希望我们的五月花卉能够到了，除了每年在我们这个展览之外，能够到世界各地去展览。那么我们新的这个理事长，他有那么大的能力，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带大家来支持他。五月花卉吴刘理事长致辞。今天五月花卉的成员呢，把一年来所精心创作的杰作呢，呈现在各位艺坛先进，请各位艺坛先进呢，给我们不断的批评与指教。五月花卫的会员绝对会能够为各位做解说、做导览，让我们一起享受今天的特别的艺术的飨宴。61周年是什么意思呢？是另一个甲子的元年，所以五月花卫已经走了第二个甲子。台湾五月花卫是台湾土地这一块土地孕育出来的一个本土的花卉，五味花卉绝对不会只买一个甲子，不会只买一个甲子，我们追求的是一个五甲子、十甲子，甚至更久。我们必须要有政府的保护跟胸襟呢，才能对得起我们这块台湾土地孕育我们的一种恩惠。在这里仅代表台湾五月花卉在这里深深一鞠躬，表示我们忠诚的感谢之意。